伟大的父亲节了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大家都很想要带爸爸吃个好吃的、啊。那想必在座的朋友呢，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，因为父亲节，我们也是在 InLine 的这个定位系统，我们是前一个月的1号开放，所以呢，现在肯定到，但是没问题，我们有 InLine 线上点餐系统，然后呢，只要点入我们的点进去，可以点到你想要的餐点。一样的味，一样好吃，就是你只要呢，先来店线上点好，来店里讲好时间，拿了回家马上煮，一样好吃。